文杰明，你这个小叮当，我正在找你呢，你得自己主动上上门来啊！我问你哦，我保险箱里面的 USB 是不是你偷换的？咦，刚到神经才摇掉啊呢！看来一头壳一粒瘤，生了还阁无够大。阁无阿多将伊脑带做倒霉，啊！不过伊即摆发现了小阿妈，真正有够可怜呢。即摆所有大炮拢射去这只小麻雀一边，伊敢会当躲过这关？伊敢若是应付我慢性命，食一饱。慢下鸡鬼鸡怪啦！那白银早就死到骨头，咱拍过啊！你莫想要牵拖威吓去吼！你回答我，我保险箱内面的证据是不是你提起有落来安尼？报警！报警！是不是？报警！报警！你看袂听啊？是你家己做滴来的，这就叫做大贼夹小贼，小更夹阿贼啦！对，你的保险箱就是我拍开的。你是安怎拍开的？敢会真歹哟！我用卡通好想嘛，知影你建的密码就是迄几组，你上来就是你家己。也阁有你迄宝贝后生江永团的生日，加加起来就是你的密码。你敢有真歹哟！你算准啦，江开勇，伊知影我会甲伊讲白话，就先对我下手。你就是要看我甲江开勇在古条内打有无，看是不是打输，拍得起着。是啊，啊，不过无想到江开勇竟然这么笨蛋，会乎你这个老残的吓老跑，变做一个无法度讲话的残废。这届算我对不对？叫一个白痴去应付。啊，不过后一届，我一定好好拣一个甲你同款搞心思的人去对付你，袂让你这么简单就赢。阿什么啦？你计是讲你会当永远霸占我一条魂？你计是讲我对你无法？你真正要甲我做对头？你就唔惊？我想办法，甲你的宝贝查某囝白莹莹拍落去铁一刀。我因是不得操心。原来道生有一条魂在咧万生命的身躯顶，为着我的人生，已经无啥物代志好留恋的呀。我即马活咧唯一的目的，就是要彻底毁掉你。就安尼看，我要让你大家拢活伫咧惊吓内底，让你伫咧死进前。知影人生走尾顶上界后悔一件代志，就是惹着我慢性病。唔免等啦，即马我就解掉你这个麻烦。阿顺，到新兵是啥物臭下啦？你这个好歹到我厝内面杀人，紧放手！你若放手吼，我就报警察了，告你杀人未遂哦，直接叫警察把你抓去哦，你。你若无这惊，就是我死啊啦！你本来早就爱死啊啦！你给我这三十几年哦，你无好好珍惜，你无去抱大大了，你不然今天改名作业无当紧，你搁做遐尔多个囝，你也无用伊啊啦！你紧放手，你紧放！你在闹事啊你！不要紧无哈，我不要紧。我想你，想袂到你会愿意救我。之前是我袂晓想，对你造成真大的伤害。希望你大量有大量，莫跟我计较。钱无两意是百买单，这拢是伊做的孽。是伊害你家破人亡，
你的爸爸跟你的查某囝拢无去，我生也看到足唔甘的，嘛足不忍心。我希望你哦，爱保重，你莫阁为着这个无良心的人，将你宝贵一生的青春全是赔入去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嘛是安怎啦？天灾颠倒摆啊！这小查某差点害死我的命呢！今仔我一定要解决这小查某，斩草除根。啊，若无，伊对我高高低，袂帮我甩来伊。管你讲哦，你若是要杀万小姐，你先给我解决掉。你看看你无正常，你嘛在咧发神经症。是你咧无正常，你的心思早就走遐尼无啊。老夫人，多谢你。我甲伊的冤仇，我连看才会痛。咦，咱行？多谢你叫阮妈。马金明，你不是不干净，好歹你别走啊！你创啥啦你？你是不知哦，抓无拍是电动恶噶，我真正会把你害死啊！你你现在讲啥物笑话？你哦，把一个好好的查人害到神经错乱，这是你做的孽呢！你早晚一定要害人，这叫做天道。天公伯啊，让你加活这么多年，是要你机会来弥补你的过错。你若是讲要生这个笨哦，绝对会祸害子孙。你若总讲无要替你家己想，上届无你嘛替英团着想。别再念经了啦！就是恁哦，都一定误会我啦，甚至阿金开阳害死蝴蝶代志，拢怪我头壳顶来，我感觉真切心啦。既然恁啊这么不知好歹，安尼啦，我就决定哦，要甲投资食品加工园区的迄个600亿，拢撤出，互恁知影，这是我这个金主的下场。哇！啊，真是，真正倒一边哦，我这煮啊，这煮啊，这你要送哎！张光台，哎呀，真正就多谢你，真正就感谢你，一厉害！哎，感谢你愿意替煮秋生牙关，愿意帮食品加工厂耍，哎呀！好啦，你创啥啦？啊哈哈！看起来今仔这会议哦，真正是圆满结束，无咱就第一只散会啦吼，散。哎，来，我拢踢出你，唔惊用进去嘞，跌咧倒。哎呦，真歹势呢。啊，今仔我这是工读生哦，拄好用个哦，代替你来出这600亿，所以哦，你别烦恼。啊，好啦，什么？你要投资，做你投资啊。我这到最后吼，你是卖了个妥。哎，三三，我你临时临秒走来这里，我是陪阮来啦。哦，我听江道生骨折该当输血啊，我伫想讲伊拍算要出什么怪招，所以我过来看卖。那伊有什么招？就是针对吼食品加工园区被撤资了，安尼真好啊，拢顺大家意啊。我一听吼，永兴企业内面的人嘛无欢迎吼，伊阁继续留喺内面干。伊要抽租金，我来补，大家拢帮你，哎，真好真好。嗯，安尼就好。若安硬要过来，我阁惊用洗面。哦，就算讲用洗面，我嘛是爱过来的。毕竟食品加工园区是我一手规划出来的，都参照家己囡仔共款，我无可能帮你无管呐。你莫安尼想啦，就算讲这阵啊，恁爸对你的态度淡薄改变。伊嘛无可能，甲永兴企业的业务交予你啊！啊，即马你知影问题已经解决，你就应该较安心啊。啊，不过我对食品加工园区有真侪想法甲规划啊，
老实讲，我会当来继续做。我相信我会当帮助到永兴企业。嗯，我知啦，我听你讲的，想要继续留落来执行这个计划对吧？我知道我爸不可能甲款能教我，啊，不过干那愿望有一个位置就够啊。瑞安是真正想要好好表现啊，爸，你即马算是上主要大股东，我相信写你一句话，落去家的人应该袂记住瑞安。哎，讲真好听，这期落来吧，那真是迄个能力哦，外口都位拢会当发展啦。我是无要替伊讲话哦，我不妨讲哦，我靠势哦，家有投资，不然要差人几百。爸，老大会家己嘛讲啊，就爱时间证明一切。即马就是给瑞安机会，有时间证明一切的时阵啊。哎，啊，恁家己去瞧啦，恁瞧好就好啊。我是袂吼干涉人的公司的代志，我干呐出钱好，这是我的原则。珊珊，我定了，爸讲了无唔对啊。每当拍牌拜完整啊，我跟你找阮爸讲就好啊。我过过你规个食品加工园区的规划啊，确实真有前瞻性，嘛有企图心。可是讲会当继续让你来看，我相信会更加完整啊。你的意思是讲，瑞安回来看嘛无问题哦？多谢你肯定我的能力。告诉我机会，会当将功赎罪，我一定好好表现的。我无五忙什么回报，我是希望会当为老家尽一份心力。武当的武帝的命案，嘛是瑞安把证据交予警方，才有法度行李清白。啊，昨暗你嘛做伙去看嘛？你甲雅杰嘛真心接受瑞安啊，敢毋是？敢袂当请你看在即个情分，替瑞安争取，等下到三间机会。珊珊，我甲警方遐片交警方，迄嘛是我应该做的代志啦。再甲我争取食品加工园区的工课，是两回事啦。要唔过，魏珊珊，这真正是两回事啊，袂当参袂做伙讲啊，因为安尼会有武当所丢为难。一定想要报答啦，啊！不过那下下来讲一下，那是反背的个性。哥，你确实是人才，那是无去嫌五五三集团冇适合你的位置。啊，武当，你莫因为你要报恩，你就用五三集团的职位来做报答嘞。我是真正认同伊林队长安尼讲的，唔是为了要兴伊温情，你唔免讲歹势。我参照你所讲的，罗瑞安有伊的尊重啊，而且阮爸把大大给伊机会啊，所以欢迎你倒转来食品加工园区，我会回好你的位置，继续你发挥。多谢你肯给我机会，阿玲，别想过大了，你的手一直在出来。我确实真紧张，忘唔掉啦，因为我今仔做得不够好，会让你失望。干妹啊，我看你那面色青顺顺，干妹压力很大啊！啊，下当多回来，压力当然卖做会大。啊！不过珊珊在身边给我支持，我相信我一定会撑下去。老公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后盾。那呢？我先给资料准备一下，准备好了再给您报告。嗯，听到了。这是你啊，搁一摆机会啊，好好表现看，知吗？我知。我一定好好珍惜这个机会，温馨故事啊！